你想不想知道怎样唱粤曲不会走音呢？这条影片是回顾粤曲公车谱教学分享会的主要学习内容的。假如你都未参加过这个分享会，你都可以从影片之中了解一些学习公车谱的要点。这些就是粤曲的公车谱了。首先先从五个音开始，河、市、省、车、公。熟习了之后再加入依和反，合成粤曲的七声音阶，河、市、二省、车、公、反、撩。而撩就是河的高八度音了。接着就是看谱来学唱音程了，可以从二度、三度、四度逐步地去唱准。熟习了音程之后，可以唱多个音，即是用不同的音程组成句子。101分啊！掌声，好犀利啊，好好啊！我哋一起唱啦，预备起。河山山，打板好冇？车山山，山山车河山。又可以将姓名或者事物嘅名称译成公车谱，然后唱出，从而学习粤曲唱腔嘅特色。即是依字行腔了。黄子莹，黄子莹喺咪度啊？好尴尬嘅。啊，你好啊，请问陈咏希个希高啲定还是系个黄高啲咧？高啲。希高啲定个黄高啲？希。好啦，咁如果希系高，咁个黄系边个音啊？三。话是山，话是车，话是河，咁你举手答啦，究竟是边个？河、哦，100分。黄，咁子莹呢？子系个诗。黄子莹，咁边个字最高音？边个字高音？子。O K。哇，咁系大跳高音啊，定还是隔篱高音？大跳高音系边一个跳去到边度？你哋成日唱错嗰个音啊，非常好啊！今次真系可以换翻大家，非常好。公，请你唱呢一个音程出嚟，预备起。公，好，王子，预备起。王子，咁型系同个子大跳落啊，定大跳上？大跳落，咁點唱？王子有有冇重複音啊？重係啊，重複咗邊個音啊？咁請你一齊唱個公車出嚟啊！預備，學習公車譜成功嘅要訣就係要多留心自己唱嘅音係咪準確，同埋多練習。以下介紹嘅係協會會員鄭家樂老師。为安卓手机开发的一款公车谱学习软件，大家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下载软件了。公车 APP 在设计上有正线、反线和依反调式三种音阶的选择。安装公车 APP 可以帮助你起音，而可以帮助你检查你唱的音是否准确。而第三呢，你更可以依住曲谱弹出旋律，帮助你学习得更快、更准确。粤剧学者协会将会设立粤曲学习交流 WhatsApp 群组，向各位提供粤曲公车谱的学习方法，以及学习粤曲的知识。欢迎加入，互相交流，一同学习。